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马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基础玩家。今天非常的厉害，我们拿到了 HiFi Man 的一个新的封闭式耳机的旗舰 H1R10P。这是一款最新的一个产品啊，这是它的包装盒，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当然我觉得不奇怪啊，一个旗舰一个盒长这样，但是要称赞的是 HiFi Man 几乎每一个耳机它的壳都非常的好看，就非常有仪式感，这点是非常有点赞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两个把这个隐形磁体的一个介绍，还有一个保修卡，里面有三根线，我就不展示了，一个是 3.5 的，一个是平衡线，还有一个是 6.5 的线。好，以及因为是旗舰嘛，所以有一本书，因为我做公司的我也知道，其实这玩意儿成本不低啊，特别是量少的情况下，因为这个耳机它不可能量特别大，是吧？它不可能有那个一两千块钱的耳机量那么大，所以做这个东西啊真的非常的贵啊。打开以后很有仪式感，对它的每一个介绍啊，还有一股子那个油墨的味儿，以及它的耳机的主体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航空铝和木头，似乎它这个皮啊它已经没有介绍了，就是什么什么羊皮啊，什么骆驼皮啊都不重要了，就是这个皮对于这些东西来说成本应该很低，已经没有必要去聊这个皮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整个的手感呢，打磨的质感都非常的好。好了啊，这是一个隐形磁体在里面哦。理论上来说，隐形磁体的这种耳机啊，就是平板耳机用封闭式的来做是非常不好做的，他们也失败过很多次。那能够把它做成封闭式的，大家都知道这种平板耳机，我认为我听了这么多 HiFi Man 的产品以后，我发现它的低频是不如动圈耳机的，中高频部分是无敌的，平板的无敌就是中高频，但是低频部分始终是不如动圈来的那么我们认知的那么猛，所以开发一个这种封闭式的隐形磁体的耳机就会让低频大大的增加。我听到这个耳机真的低频真的是有一股子动圈味儿，并且比动圈的那个质感还要好很多，这个就解决了它真的一个硬伤问题。我们拿大屋去对比，当然有点降它的档次，是吧？大屋毕竟还是20000多块钱，这个将近40000块钱，现在打完折以后30000出头，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看上去它很贵，但是秒大屋几条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10到6万赫兹的频响，恐不恐怖？我就问你，并且是我听过这么多耳机里面，唯一我觉得能听到低频下潜的耳机，任何耳机都做不到。这个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理论上来说啊，这个低频的下潜是身体感受到，往下是听不见了的。基本上我认为在80、70再往下啊，人的耳朵不敏感了，就身体能感受到。所以这个耳机为什么你能感觉它有40、35，你能感觉到这个赫兹已经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了。这个是质感，这个真的是质感。太难得了，每一个乐器的那种栩栩如生的每一个画面感都非常的完美啊！这个是我目前听过最好的耳机。当然你也可以说没什么文化啊，没听过那更高端几十万的耳机。当然我平时玩耳机的时间并不多，我评测的耳机也没有那么丰富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听到的天花板。不管我们用什么来推，除了手机以外啊，我们用了几个，包括小尾巴啊，还有一些大一点的耳放，还有台式的耳放，还有功放来推，30欧的阻抗，100的灵敏度，使得这个耳机非常的好推，很难得啊。就是这种平板振膜耳机要做到好推并且是封闭式的很难得，就基本上你都能把它推到一个你认为的天花板。你拿小尾巴来推你都会认为它是天花板，因为素质毕竟还是那么高啊，非常的高啊。他敢定这个价，我觉得他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都听过的，
是不是？也不会忙着头脑乱去定价，那卖不动的。现在消费者真不傻，整体这个耳机的这种做工还有带感，对，非常非常的完美，对大头也没有任何的压迫感。好，我戴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头比较大，所以要搞到最大。对，哦，这样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并且没有任何的这种压迫感和闷热感。因为它这个这一面嘛，我觉得任何这些耳机厂家真的要学习一下啊，这一面要做成布的，别做皮的，别做皮的，这一面向 HiFiMan 学习一下，别做皮的，做布的。对，这对耳朵就不会那么多汗，戴耳机最怕就是很多汗，很讨厌的这个事儿，好吧。好，来说说它的这个音乐味儿。我觉得啊，一个耳机不可能没有缺点，基本上它会在某一个领域的音乐会诠释的不是那么好啊。然后我们拿它，首先听人声是否能满足我，可以。它给我听上去整体的男生和女生都是很匀称的那种，并且带有一定的情感。当然它不是我特别喜欢极致的那种飘飘欲仙的那种女生，它不是那个味儿，它比较正啊，就是女生的下半部分它能够保证，并且高频部分延展的也非常的好，但是它没有那么空灵啊，这个就是它比较正的一个女生的味儿。我们又听了一些交响乐，我觉得交响乐很体现这样的耳机，对吧？应该是没有这种开放式的来的那么的低频啊，没那么的声场大，它应该会比较缩一点，毕竟是封闭式的。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你那一听，哎呀，那个声场那是比那个大屋的大几圈。我听人声，我没有觉得说它声场是很开阔啊，人声毕竟小调嘛，是不是？像比如说森海塞尔的一些耳机，它听交响乐很宽阔，它听人声它也有点宽，有点空，一般都是那样，是吧？它听人声就正啊，正儿八经在中间。没有说很开阔的感觉，但是你听交响乐它又很宽阔，对，该出去的乐器全出去了，这个就特别觉得，我觉得匪夷所思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啊，当然你结合它的价钱你也想得通这个事儿啊，它应该做成这样它才优秀，否则怎么能算是旗舰呢？是不是？就是什么歌曲它都能够做到很完美的呈现，交响乐就是那种分离度非常非常的逆天，你的每一个乐器都能够听到很合适在那个位置，一点都不挤，一点都没有压缩感，哎呦，真的做得很完美。包括一些小提琴啊，它的那种每一个齿音，就小提琴那种弦的那种齿音，你都能听到非常非常的清晰，并且很有质感的感觉。而听大提琴一点都不糊，低频收得非常的快，并且量很足。然后我又拿来听电音，电音啊，明白吗？就是索尼很擅长表现的那种的咚打咚的那种类型的歌啊，他也表现得很好啊，他就很有电子乐的那种硬的劲儿，叫硬，大家知道吗？那种音乐一定要硬。一定要够燥啊，它就是那种很压缩比很高的那种音乐啊，它其实就是把那种音乐仅此是还原出来了，它一点都不慢。有一些 HiFi 的音箱或者耳机，它为了寻求那种感觉它会偏慢一些，那你听人声就更缓一些那个感觉，但是你一听电子乐就扯了，就是它有点慢，就不好听了，是吧？但它这个因为它能够做到还原的非常的真，所以电子乐本身是带压缩的，那我可以不带啊，我不带我也能听出压缩感，因为电子乐做的时候就带压缩的，那你就能听出那个很真实的电子乐的感觉。当然压缩比更高一些你可能感觉更带劲儿，比如说索尼的一些耳机专门听电子乐用的啊，必死啊这种啊，你喜欢追求电子乐的人
压缩比越高就觉得越带劲儿，但是声音会越来越死啊，压缩比越高就越死，那所以这个就正常正常，你不能说它表现百分之百的好听，但是它表现电子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，就是你能够听，绝对能够听。Hi-Fi 耳机99%是不能够听电子乐的，一点都不能。它，我觉得表现得非常不错，很真实的还原 DJ 的这种意境。这三个音乐并排在一起，它都能够打一个95分。95分呐、啊，兄弟们，你听一下这个细节，非常的逆天。它给我最大的印象有几个点。啊，大家想一想，你需不需要这几个点？它确实很值这个价，性价比很高。虽然贵啊，贵不代表着性价比不高，不是这样说的，只是说它的声音和它的这个档次和价钱结合来看叫性价比，不是说1块钱9块钱9包邮那个叫性价比，不是，那个叫便宜，好吗？所以这几个点我总结了一下，低频够。这个很关键，对我来说三频匀称我们一直都强调这个问题，三频匀称很重要，我的意思就是低频要够，一个耳机低频不够我觉得是不爽的。这个平板振膜耳机低频够很难得，分离度逆天，细节表现逆天，还原真实的这种感觉逆天，我们都用逆天，不用特别好，巨好，我们那天你才能形容这个耳机。我觉得如果你的预算够的话，并且你的前端也不是特别好，像这种好多买这种耳机前端都7-8万呢，是吧？否则就不好意思买这个耳机。我的朋友买那个大屋，对，前面的设备7-8万呢，否则不好意思玩。如果你前端不是很好，买这个没问题，你绝对能够欣赏到一个相对比较完美，当然它的天花板很高很高，但是它出来这种基本的声音已经杀遍天下无敌手了，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。那你就尽情的玩前端就行了，买一个这个，尽情的慢慢的升级你的前端。我不要说在买啊，真的如果有什么展会，建议他真的去听一下这个耳机，就拿上你的小尾巴啊！你说他拿个耳放在那，他骗你的。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他那个东西唬人，当然他那个那么多万肯定很贵，肯定很好，就拿你的小尾巴好吗，就接他听你自己觉得好听或者熟悉的歌曲，一定能够带给你很大的惊喜。大家在这个哔哩哔哩、新浪微博、西瓜视频和小红书给我留言，我会及时回复大家。优酷、腾讯、抖音、 YouTube 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